请出场。小猪是女孩子妹妹。这里站中间，站好，那你 OK， 你先把眼镜先拿掉，把眼镜先张开眼，一二三，请看。好，接下来是纳豆，一二，这里一二，你的一点钟方向，一二，先一二三，三，请看。男朋友在外面快要杀人了哦，拍谁拍谁，男朋友在外面啊，早讲嘛。其实这我说真的，你不要结巴，没有，那男朋友竟然跟他安全之吻。被大智跟纳豆一眼看上的三号正妹，没想到看到本人素颜竟然震惊到讲不出话，我只能说女人的化妆术是史上最可怕的骗局啊。其实说真的，本人是另外一种可爱，是跟照片是不一样。对，其实蛮可爱的啦。啊，你告诉我，没有，其实是差很大，不过就是其实还是蛮可爱的。啊，差很大的意思是不一样路线，那边有一点点艳丽，那本人是可爱的。那个有点成熟，一点点艳丽。那看起来十八岁，这个六，哎，没有，哎，这个小六，小六的感觉啊，可爱有小六的感觉。你到底几岁啊？二十一岁了，好娇小哦！你身高几公分？一百，刚讲一百，不讲一百，很厉害的。一百五哦，好，那短期休息一下。请问我们大学生看到他这个素颜的心情是什么？可乐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对啊，就是不，我觉得跟像桃姐讲是不一样路线的。对，本来有些话想，但男朋友在外面，我想一下。那本来要讲什么？没有，本来你刚没有，我本来就觉得他不错啊。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刚刚讲什么？他刚说他没有。妹妹，请问一下，那个照片的妆有很浓吗？还好。那什么时候就是开始觉得自己一定要上妆？国中的时候，他为什么？国中也太早了。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，然后跟他告白之后，他拒绝我。结果？然后下定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化妆。哦。而且听说你不除了化妆之外，你还会修照片，是不是？对，用 iPhone。哎呦，哦 ，iPhone 的那个秀秀是吧？嗯，对，哦，就可以修成这样。你要美肌一下，你才敢上传，就对。对，哦，那很厉害。Look， 我想要问妹妹，就是她会不会害怕妆前妆后差太多，然后就是一定要坚持上课要化妆，然后如果我跟你交往的话，然后你要多久才让我看你素颜的样子呢？会不会就是一天可能先拍假睫毛，还是先卸眼线这样子慢慢？哦，飞到是，飞到先卸眼线。对啊，那要交往多久才能看到你的素颜？大概一个月吧。一个月，所以是像他讲的，就是先拆一点，再拆一点这样。嗯，就直接卸妆。直接约到地方。我们今天相约就是庆祝一周月一个月，然后就团卸掉妆。差不多。哦，留下来的多吗？嗯，哦，真的，哦，看到其实他素颜这样是很可爱，是可爱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林轩，我想要问妹妹，就是你会不会素颜出门？结果我本来认识你的人认不出你来。之前上班的时候啊，然后都有化妆，然后有一天是太忙，然后就素颜去，然后就有个常客就说，哎，你们那天那个妹妹怎么没有来上班？我就说，哦，那个是我。那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，哦，是。小妹妹不要乱说谎哦。对啊。太凶他。不过其实大哥，你常在比如说表演的场所，在夜店看到的女生，现在都喜欢化浓妆吗？对啊，其实都。浓妆艳抹，而且应该很多类似都像这个小妹妹一样这样子，哎呀，嗯，对，年纪很小，对啊。那林姐就补妆，对不对？对，林姐都在补妆，然后在那边那一种
补最，而且互相就是在那边借那种化妆品，然后蹲在那边好像在交易毒品，然后可是只是在交那个拿口红之类的这样子。补最勤的就是 Kiwi Baby 这种啦，在夜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遇到零检的时候，我不是借化妆品哎。你是借什么？身份证。对啊，因为就很尴尬，就警察看到说：“哎呦，那咋播哎？”就他应该会吓。这个真的有，对，可能没放下。妍妍，我想要问你说，那你要跟你男朋友素颜前，你会害怕他跟你分手吗？会啊，还是会害怕。然后我就会叫他做好心理准备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没有跑走的，但有礼貌一点，不会当下分呐、啊。可能回去再拖延个一两礼拜，再找别人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变成那样子网路正妹的道具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妹妹一定要让自己眼睛变大的秘密武器是，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什么？是什么？它这个话是遮黑眼圈，然后我都拿，就是快点，可乐，快点。这个很好用，它是一个美国的牌子。哦，这个颜色，对，它就是这个比较稍微高壮一点的，对不对？稍微比较格一点的。还有这个放大片也是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啦，那我们请妹妹赶快去变装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注意啦，因为接下来呢，Kiko老师要帮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日系这个可爱感的这个修图法喽。